朋友们，我吃饭了，简简单单吃个猪耳朵。蚂蚁咬了，妈呀，好多蚂蚁！好痒啊！
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一个肉松海苔卷。酥脆酥脆。嗯。这是我家小孩子特别爱吃的。对。我们这个海苔卷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它是这种长的，它不是那种短短的，它里面的话是裹满了肉松，然后外面这一层全部是海苔卷啊。嗯。现在个位数到手一大箱，这样一箱啊。对。嗯。好吃又划算。对。家里有小孩一定要备上啊。嗯。它又不会太甜，小孩特别喜欢吃啊。看，我再给你们拆一个啊，它每一个品质都是这样子的啊，嗯、每一个都独立包装。嗯，手剥笋出锅了啊，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山上拔点水竹笋拿回去做手剥笋。做手剥笋的这种笋子最合适了，这里面就发现竹笋窝了。拔回来的笋子给它掐头去尾，然后清水洗干净。洗干净的笋子然后给它加上水。加上食用盐。入个底味，然后盖上锅盖给它焯水15分钟。焯水了，然后给它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过热倒点油，油热下缸酱爆香，然后下这些大料。加点豆瓣酱炒出红油，再加上一碗泡椒和泡椒水，然后加上适量的清水，加水然后再调个味，加蚝油鸡精、生抽，还有酱油，盐要稍微多一点，不然不入味。然后把笋子倒下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煮个20分钟左右。这手剥笋就煮好了，出锅，太香了。然后记得这个汤都不要倒掉，这个汤和这个笋泡起来，泡到明天的话就可以吃了。这样泡上一个晚上。香香辣辣的手剥笋就做好了，这样泡了一晚上更入味了。哇，这样做出来的香辣入味真的太好吃了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啊。